在武当山景区，一位双腿装着假肢在古道上步伐矫健的老人引起了很多游客的好奇，有人喊出他的名字夏伯渝老师。夏伯渝今年69岁，曾经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，当天他在本地驴友的带领下登上金顶，实现了攀登武当山的愿望。